我们是在旧树化公路旁边的一所小学。主要是泰鲁格的小朋友为主。其实我们有很多小孩子，他在他的成长经验当中，其实他很难得有机会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出去看一看，这样子。我想要一颗五号的足球。我想要有一颗足球。我要圣诞礼物是背包。小朋友，在这里，校长这边要特别先告诉你们，要第一个要心存什么感恩，有这么多的有爱心的人，可以给你们这么多的一个资源。圣诞节是一个给予的一个节日，而不是只是接收的。然后中间呢，以我来讲的话呢，当时曾经有，我记得可能有位同学说希望有点书，所以说呢，我特别去买一些书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书。我希望你们喜欢你，希望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圣诞节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到市民群那边写那个感谢卡，然后再拆礼物，可以吗？选择是那个一个小女生哦，那她希望说她有一个粉红色的书包哦，因为她说她之前的书包好像都用蛮久了哦，那我觉得说这边的小朋友她非常珍惜他们的东西，而且可以放钥匙、糖果、小戒指。好，那时候妹妹收到礼物开心吗？嗯。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对，当然给他之后，我也希望说未来，当他未来长大之后，一样可以一样的方式去帮助人家，对，那也希望各界可以更多多的参与类似的活动。那你今天收到礼物开心吗？开心，很帅，有信心。这是你上次想要的吗？对，五号足球。谢谢送我足球。